老板，给来份这个蛋包洋芋。好，要不要辣椒？要辣椒。这多少钱一份？九块。要辣椒？要辣椒，要辣椒。辣椒是灵魂。还有那个折耳根也是灵魂，对吧？啊，折耳根。漂亮。到了遵义不吃折，都要都要。好，加就行了。你看大姐的这个小速度，这个是什么？盐酱，这个就是灵魂。这个是灵魂是吧？啊，对。漂亮，你看这小手法，完美。啊，就要不停的这么铲。大姐，你做了多少年了？有做多少年？做了多少年了？十几年了。哇塞，这个手法你看。啊，十多年了。完美。哎呀，就跟那个交响乐一样。漂亮。这个里边就是主要就是土豆是吧？你们叫洋芋，有很多种东西，很多种，十几种材料哦，十几种啊，有这个有鸡蛋，有鸡蛋，蛋包洋芋肯定得有鸡蛋，我看还有火腿肠，啊，各种葱，鸡蛋、火腿肠、糯米，折耳根、香葱，你看样样熟熟，全都有，米皮、苕皮都有，哦，米皮、苕皮里边还都有，对，漂亮哈，只有到遵义才能吃到正宗的，这个是关键。完美，好，翻过来，哎呀嘞，好，就这样一份，一个9块，保持不贵，经济实惠。他在这吃了吃，他们是开始，没有，我也吃的，你也吃啊，你先给他吧，先给他，哎，先给他，好嘞，这么一份，把它挖开看一下啊，就叫蛋包洋芋，你看，哇塞，里边这个是就是洋芋泥，里边有各种东西，有蔬菜，有鸡蛋。有苕皮儿，有糯米，样样数数全都有，糯糯的，黏黏的，来上鸡蛋，哇，里边折耳根绝对是灵魂，辣辣的，香香的，糯糯的，不错，只有在本地才能吃到正宗的本地小吃，哇，一口气已经吃到一半了。